请问懒懒平常都喂帝江吃什么呢？我都喂他吃什么？我有时候会准备一些鸡肉啊，或者是因为他也还有羊肉啊，然后还有对，差不多猪肉，就一些他可以吃的东西就喂他吃，或是饲料。他可以吃，他 OK， 他没有问题，他稳妥。好耶。